第二位太阳神与友谊钢铁人青海争霸二的热身赛，前面两场是战成了1-1平手啊，这个是五抢三啊，五战三胜制的比赛了。那现在进入到的是第三场的比赛，在友谊钢铁人画面左边的是乃龙啊，苏胜庸选手。那邀约太阳神则是由少年成王 AK 李哲伟选手来出征。好，地图呢是安提卡船厂。我们现在荧幕上看到这是2点钟方向。那荧幕上现在这个是友谊钢铁人的乃龙，尼龙和蓝色和蓝色人类。好，再来到8点钟方向，这又是太阳神的 AK 红色和红色的虫族。又是一场人虫大战啊。那当然，借由这个开局的时候，我们呢回顾一下，来谈一下上一场比赛了。耀威太阳神呢，白，明明感觉很精彩啊，一条康庄大道杀进人家矿区里面了，而且那个群的蟑螂的数量还蛮多的。结果为什么进去之后，好像进到陷阱里了？对，那一波其实你就算不进去，因为到那边为止，白的工兵量都领先对方快10只。所以其实那波在什么啊？就是他只输对方，就只有工兵输，只有攻防稍微输一点。那波进去，其实如果你进去，直接其实我是觉得就直接点主堡，对，你进去直接点，最起码二矿主堡都可以点掉，甚至我觉得那个蟑螂的数量，如果你动作快一点，说不定我是觉得二矿主堡点掉，还可以把主矿后虫、二矿后虫都点掉，所以主矿主堡应该是点掉，因为主矿主堡可能是二级堡，血比较多，对，但是其实绝对是可以伤到对手的、啊。那波完全没有伤到对手，真的，我是觉得真的有点可惜啊。那他到底杀到什么东西啊？对，他其实那波基本上就是在我的理解，那叫送兵了。哦，对，因为你进去了，如果你要跟对方的兵力对决的话，我宁愿你干脆就在外面，干脆站住，你干脆走进主矿，站住那一个进去的口，可以占据一个有利地形来打，还比你在那个地方就是不知道在打什么来得好。对，憋手憋脚的，又被金矿挡住一下，又被工兵挡住哈。对，还不小心去点到瓦斯厂之类的，那真的我是觉得有点可惜啊。因为那边那一场其实到那边为止，我都觉得白就是，甚至我是觉得白是优势。对，这真的是有这个刚刚那个进去的那个进攻的在选择打的东西，让我有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。对，我又这边溜进来看了一下，不过马上就出去了，没什么好看的。对，马上就走。因为还没封门前的已经跑进去看了。对。等一下，我突然又想到，那刚刚还有一个理解是可以给大家，就是例如说，我们可以站住一个有利的地形，然后拉出可能四分之三的部队在那边跟对方缠斗，剩下四分之一的部队可以进去点工兵或者点后虫，对，那你这样兵会送掉，但是最起码你可以点掉对方大量的兵和后，大量的工兵和后虫，对，那也是，这也是其中一个选择。哇，所以上一场比赛，白后一看起来已经杀进人家主堡的矿区里面了，就竟然。对，全军覆没。对，他选择了一个下策，就真的是干脆就不要进去，还比较好一点。对，正常打。好，那这一场呢是虫对人啊，人虫大战。这边的话，一边是裸霜，那边单兵开矿哦，那这边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正常开局。这边有瓦斯。对，在电竞联盟的官网上面呢，也特别有一篇新闻，就是说星海新赛季啊，地图啊会有变更啦。这个收贝终于决定了，是跟教练就是有做讨论。就这个。因为有一个赛季，收费选很多什么墓穴啊，都暴雪洞穴啊，对，暴雪意图死人。然后那新的赛季呢，是有拿掉什么吗？拿掉了，其实就拿掉刚刚的海岸啊，海岸拿掉了，贝尔斯海岸冬季版拿掉了，对，海岸还有双界都是已经拿掉了，对，双界大家也看不到了。那再来就是，骨架还是旋风和钢铁都城。对，其实近期赛事地图真的不多。对，就是因为我最近观察一些赛事，几乎就是那几张地图在打比较多。对，那这边其实要在考虑要加新图，这边就是经过大家讨论之后，最后是加这两张啊。那选手当然也就是要好好的这个练习喽，对不对？新的图的话，对，也是要花点心思去稍微看一下，尤其是这两张地图，因为基本上这两张地图现在都不是天梯图，对，所以基本上你都要花点心思，可能要看一下比赛，看一下人家怎么打，然后去思考一下自己要怎么打这张地图。哦，对。
那有比较偏向哪些种族吗？新增的？对，钢铁都城大家都认为是虫族地图，又是虫族。对，所以换了海岸换掉，换了一张钢铁都城，大家觉得虫族比较好打。对，但是其实我是觉得还 OK， 对，因为我是虫族啊，所以私心没有，真的是就是打条。那同样还有另外一张地图是旋风的部分的话，目前听到的是觉得，就目前听到的是这张地图是比较大。那有虫族选手是抱怨说，他觉得很难打。我跟他说，都有钢铁都城了，你还想怎样？对，比较大，对。是比较，哦，这边异化虫直接做了反，我这个异化虫来放到毒包虫巢，二本也升，我这个二本攀升速度有点快，好，奶龙这边的反应算是做得很迅速哦，矿罗赶快跑，我不会打你，你给我打我，矿罗跑先啊，哦，其他的给太空工程车，你有毒龙钻，你去打。对，好，这边可以哈，而且放了够多的一个碉堡，因为想说对方这么多异化虫，有可能接着就是毒爆跟着来哦，所以有多放碉堡，这边是管理还算不错，那大量的一个兵营，这个又是算老招，但有时候也蛮好用的，留两只但变毒爆的，对，就是躲起来。哇，被发现了，对，这个比较难，这个其实比较难表达，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了。对，我们一般来讲，可能是会战的时候突然间躲两只进去是可以，但是会战结束，你放那边就会有点明显。对啊，刚刚你有时间让你走，你不走，你留下来留恋，对，就回不去了。这边选择飞糖，那奶龙家里面有第三个主堡是二矿山主堡哦，那这边是大量的一个生化部队啦。我这一波这个压出门，这个生化部队，感觉这个战术是有点压制 AK 的哦 ，AK 这边毒爆在提升体速，哇，这是大量的机枪兵。对，这大量机枪兵哦，这个时间点出门哦。哦呦，那奶龙啊，其实初茅庐的时候啊，马上啊，令人为之惊艳就是他的散兵功力，散兵王啊。对，散兵做得很好哦。那这个后面就要看他后面的补兵了，因为 AK 这边的话，红胎铺得非常非常迅速。哇，这边这个兵不要送掉啊！送掉啊！啊，毒爆都还没出手嘞。对，这个感觉这一波兵送掉是有点可惜哦。这一波应该是可以赚更多的。那这边家里面后面的补兵全先清掉三矿，不让降落啊，不给降落。不过这个机枪兵的数量还算够。毒爆，毒爆，哎，毒爆，异化虫嘞。说好的协同一致哦，三兵了，稍微拉开。哦，这个炸的好像没有很多啊。对，这个炸的并没有很多，这边人类，这边奶龙这边手稍微操作一下，那飞糖出来了，那这边就看接下来了，因为飞糖出来之后，刚刚那一波因为是被 delay 到了，所以现在接下来这边就被奶龙这边就变得比较采取守势，而且因为虫胎没有清掉，我个人是觉得刚刚那波最可惜，虫胎没清掉。这样子的话，从来等一下就扑过半场哦。接下来奶龙在进攻上就会比较绑手绑脚。终于三矿可以放下来了，刚刚在那边清。对，刚刚在清哦，也有王虫在那边。对啊。哇，所以 AK 他的飞糖现在也陆续的出来了。对，那数量感觉也慢慢积蓄起来喽。对，这个飞糖的数量就要看，因为目前已经有做防备了，所以这个应该要骚扰到应该不容易。这边看到应该是七只还八只飞糖哎。啊，这家里面呢，我们都有做好防备哦。然后这边采取的是纯生化部队。纯生化部队哦，那这边因为 AK 没有选择出感染哦，这个纯生化部队是如果操作得当的话，其实还是可以给对方很大的一个压力哦。奶龙如果真的纯出机枪兵的话，就是他刚在职业电竞联盟出赛的时候就是靠那个机枪兵，如果你再加出别的话，不知道控的好不好就是了，能不能够搭配起来。对，他之前控都控不好，可是这其实是迟早要学习的。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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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配兵组成啊，尤其是纯机枪，最起码你一定要混点掠夺，对，不然你遇到对方的毒爆来，你那个操作空间哦是其实近乎是没有啊。真的，星海世界博大精深啊，你只有一招半式闯不了天下的，对，只有一招不够啊。没错，那这个
这个从爱已经扑过半场了，然后后面 AKI 士兵波奶龙这边二攻防战已经一攻一防就完成 ，AK 也快完成了。所以他还是只有机枪兵吗？没有掠夺？对，他还是选择机枪兵。哦，看到一台坦克。对，一台坦克。哦，家里面要开始追坦克。两个军工厂。哦，再生支架哦。对，也顺便研发支架了。那这一波是自己选择出门了，139，两边都是139。对，人口单位数差不多。对，那这边的话要小心哦，这边就是虫害有扑过来的好处哦，这边要选择，这边一定要先把虫害清掉哦，会来的比较，就是比较不会突然间被包起来打掉。那这边的话，中间先占瞭望台，然后那。看一下，要再清，哎，往里再溜。好，那怎么讲？这边要溜了，这边要溜。那家里面的防守，哎，没有，也没有溜。我以为他会试试看。哎，这边要来了吗？哇，好，别，然后机枪兵好像不多。哦，不过有操作哦，我们有上来，后面还有坦克，有这个后面只要有坦克有在架起来在跟上哦，因为在这个地方在补兵上，人类在补兵上还是哦，有空投，哎呦，这一把的空投，这一船下来，对，空投来这边的部队就直接就压过来了，因为直接把飞航逼回去，那这边还是比较重，有，好，赶快散一下，哦，这边送掉波南西，那这边的部队，哇，坦克怎么又没架？哇，来不及！哎，这个后面，赶快跑！哎呦，坦克快下来！坦克没架是为了随时可以载起来跑掉，但是身为英勇的坦克，怎么可以做这种小孬孬的事情？就还来不及载起来，又被打掉了。对，这边刚刚那一波部队直接前压进来哦，那又没有控好，就不会又送掉。我觉得这真的是有点可惜的，因为从他还是没有清，就是因为刚刚那波是直接，然后直接压你三矿给你压力。后面才再慢慢来哦，那现在这边，哎，老铁，突然间投怀送抱，发现身边都是飞糖，然后一头栽进去。我真的，奶龙本来那个双线的想法是非常好了哈，只是空投之后正面那边没有控好。对，奶龙这边还是很常发生这种，就是我觉得是比较可惜的一个失误啦。那这边的话，不过现在还是压过来，压力还是有持续给哦。那现在这边就看，好，坦克数量不少哦。好，那这边部队再跟上。哎，不过坦克掉光了，啊，这个坦克死光。而且坦克好像是被飞常打掉的。对，坦克是被飞常打掉的，因为这边的话，后面的一化砖毒爆数量足够多啊。哇，这边。这个我们看到完全没有其他部队哦，那其实机枪兵的操作空间很小。哇，有坦克，而且那个飞膛数量一直没有减少，越来越多，对，而且没有减少太多，光机枪兵真的打不太下来啊，飞膛真的太多了。现在有十七只飞膛，而且后面还在补哦。那这边的话，看人口数啊 ，AK 165啊，然后这是148奶龙。对，我就觉得不用再照镜了，你刚才把中间站下来，把四块重来清一清，因为已经压制到对方的经济了。对，那干脆自己赶快开出四矿，稳稳的打一个猥琐哦。这个一直压这个部队容错空间很低哦，如果我们一不小心这些部队又掉光啊，真的，又讲坦克又没架，哦，说好的架坦克呢？这个真的刚讲哦，就觉得又没有，因为你要把坦克架起来才可以挡得住毒爆虫啊。对，你才能，而且你要架一个纵深的一个队形哦，你这样直接轻易的踏上虫台，对方又不是没有兵力啊，这样子送兵，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智哦。好，他人口直落。哇，现在 AK 也不客气了哦，一直往前推，一年过去。对，既然你都一直送兵了，我们 A 你哦，对你自己。对啊，等于对不起国家、民族跟社会都对不起。对，就真的。哇，所以是那个赛平收贝才讲说，一直往前推就容错率很低，就你一旦犯错，你可能就会送很多的兵。对，而且因为那个部队是很，而且是当双方
在拉扯啊，双方的部队量其实是在拉扯的。对，那其实你有成功拖到又来又来，哦，有，这个我们看一下啊，坦克快架，对，哇，好架起来，哎，哇，可是已经吸到身体旁边了，不过也让后面机枪兵有点发挥空间了。对。最起码是不会直接就是贴在你脸上被你炸，就是刚刚是在虫胎上啊。我们离开虫胎机上面还有操作空间哦。我们现在刚刚看到有散开一个这样的扇形，但是这个如果没有虫胎哦，如果上了虫胎就很危险。来，啊，这个我们听到哀嚎声，人类哀嚎声不绝于耳啊。哇，马上这里是勉强出来守住，那 AK 真的是打的，不照镜，一步一步推。对，其实就是稳稳来，而且因为有成功开出他的矿区。嗯，哎，这边就是前面打的过于，前面其实那边几次前压都很好，而且我甚至就是 AK 那边其实是被压的三矿就喘不过气来的。对，那其实你只要站在中间抢到中间的矿区，你的经济就不会输给对手。那刚刚一直送兵，自己的经济又没有成功开出来，就变成说我们现在。是一个二矿打三矿的一个境界，四矿，哇，有点点彪哦，他。对，而且现在 AK 的飞糖又到处去骚扰，哎呦，这个拉出了太空工程车了，要来开矿，哎，这边开这边，要抢矿区了，不然的话，现在，南方的地图的下方哦，大半壁的江山，通通都已经是被 AK 给占领了。对。开不起来，对，哇，珠宝能不能够这个安全脱困呢？可以啊，好，对，赶快飞起来哦，珠宝飞了起来，但是好像哇被点掉了啊，珠宝直接被飞行一点，对，飞行真的数量一多，机动性又高，对，这个在这个继续下去，现在一定只能怒推了哦，嗯，因为几乎是目前看起来几乎是没有什么机会。那这边直接往前压，因为矿也开不出来，生气了。哦，怒推一波。对。哎。飞糖出来了，夹着毒爆啊，坦克完全没有发挥空间。对，而且坦克又是有晚架的，我觉得这个，这个真的是很大的一个问题点啊。所以应该是说，控兵的，哎呦啊，被炸光光啊。的先后顺序要让机枪兵走前面一点的，在架。坦克的时候，哇！我这边呢已经是打出了 GG， 这是由 AK 啊，耀月太阳神的少年虫王 AK 拿到了这个回合，目前呢耀月取得了2-1听牌了，先休息一下，上回来。